Hello 各位，又翻到嚟 Pokemon 紫光啦，咁继续剧情啦。上次讲到咧，应该打完呢、這、一个啊，唔系系打呢一个超能力道馆啊。咁身上咧，其实依家咧系啦，换咗好多精灵啦。大家见到有力壮鸡嘅，系力壮鸡啦。咁隔篱嗰个嘅右手边嗰个图片显示咧，就出咗好多问题，唔知点解系啦，好多问题啊。咁所以咧，佢就空白咗嘅，系啦。咁然之后咧，身上就多只打击鬼啦，上次识为嘅打击鬼啦，跟住再加埋。在这个的洞穴遇到的力壮鸡，咁呢个力壮鸡咧系加速的，系加速的特性啦，所以其实都几有用下嘅。系啦，我哋试下睇可唔可以打赢呢一个嘅道馆啊。咁其实就分别不大嘅，但系咧最大嘅地方咧就系咧学咗啲劲嘅技能，系啦，因为咧喺出面执嗰啲招式机啦，或者系打道馆送嘅招式机咧，佢系无限使用嘅。咁所以其实咧，我就唔需要担心话学完之后就即系冇咗招技啦，好浪费啦，系啦。咁如果系以前嘅话咧，佢就会系当一次性使用啊嘛，嗰啲招式机。咁但系呢个就唔同啦。OK， 条路系喺呢度。OK， 好啦，又行翻过去先啊。咁所以咧，其实我就有好多技能可以玩啦，包括咧最强嘅技能啊，就系呢一个嘅食梦兽嘅冥想系啦，我招冥想俾佢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佢差唔多成队都系特攻技能嚟嘅，咁所以其实用咗冥想呢招技咧，佢应该理论上系打唔赢我嘅，系啦，好，不过呢啲就要试下先知啦，好嚟啦，咁啊喺呢度 save 啊。佢第一隻就已经系啊嗰只呆兽啦，即系呆王啦，系啦，河马王。咁我哋嚟试下先啦。咁佢一嚟应该都系用嗰啲特攻技能打我啦，系咪冲浪啊？好似啊冲浪啦，咁其实打我唔入嘅理论上啊，因为加咗冥想之后超硬正啦，佢除咗暴击之外系唔可能赢到我嘅。其实我可以催眠佢嘅，老实讲啊，譬如冥想啦，慢慢。而家四级冥想其实都已经秒天秒地嘅，可以精神强点嘅。啊，仲喺度玩嘢，副敌嚟啦。咁副敌系影子球啦，但系打唔打入我咧？应该打唔入嘅，应该打唔入影子球。系啦，扣十几啫，咁所以就再见啦，可以。好，哇！降咗个特防喎，呢只都 OK 嘅，可以照精神强点。虽然都系打唔通啦，应该都系一半路啦，啊一半左右。大地之力角色都系打唔通我啊 ，OK 死啦！之后出草主嘅种子炸弹，呜好噃，黑雷姆咁啊，黑雷姆我哋可以试下打击鬼嘅反击。诶、佢咧就写咧就系、是、坚硬啊嘛，我哋试下系咪坚硬啦？因为上次我都好唔肯定嘅特性就系系咪真系有坚硬咧？因为我唔系好觉嘅，咁我哋嚟试下啦。理论上佢一下一定打死我啦，因为超能力啊嘛。睇下有冇剩一滴血。嗱，冇剩一滴血咧，证明呢个坚眼咧系流嘅。呢个坚眼咧，净系会计剪刀断头台嗰啲啦。咁其实就相对地废嘅，老实讲，系相对地废。好，寄生种子啦。哇，超痛呢下，中唔中？好，中都得啦，呢度非常之好啊。呢度可以换个重先。佢用二头去出好拉油。系啦，咁啊可以磨多一弯啦。呢度对面应该系会用格斗技能、啊、所以如果我哋联防做得好咧，其实佢系打唔死我哋嘅。我、哦、急冻拳竟然系，估唔到喎。不过 OK， 我换翻只草主出嚟，再用草技搞掂啦。系啦 ，OK， 咁就搞掂啦，非常之简单啦。我估我都唔记得自己招式机可以用到啊。好，你好值得拥有呢一个钟摆徽章。好，呢、這个徽章咧可以俾你使用呢个飞行啊。D.M. 廿九系咩啊？精神强啲，哇！呢招技，呢招技其实我已经唔需要咯，因为我只食梦兽已经学咗啦嘛，咁所以其实就已经冇乜用啦呢招技，但系就可以俾其他超能力重用啦，或者系啦俾其他超能力重用。我会唔会换其他重，即系换其他超能力重咧？我都唔肯定。好啦，咁喺呢一间屋入面咧，就有一个嘅招式机啦，就系、是、H.M. 零一。啊 ，HM 01嘅，咁就喺第二个传送区度。好，咁头先攞咗呢一个嘅斩树之后咧，就可以通过学技就斩开左手边嗰棵树啦。好 ，OK， 跟住就可以出嚟啦。咁呢度有只卡士，唔知有咩用？诶、欸，
喺度玩啊。好，咁呢个边个嚟噶 ？MK 个劲地，你打咗超人力度估未啊？讲真啦，几简单，你唔觉得咩？呢个咧仲未足以咧令我超越自己，所以我喺度咧等一啲有徽章嘅训练家嚟挑战佢哋。咁依家点啊？我遇到一个红头发啦，哦，红头发真系银啦，好似牧羊犬嘅人啊，佢好有天赋啊。最后咧我输咗。当佢提到你个名嘅时候咧，我就谂起咧你系我熟人啊。于是我哋咧倾咗一倾啊，系啊，我识佢啊，但系咧唔系真系朋友。你点都好啦，冇讲太多内容啊，毕竟我哋咧冇倾好耐啊。我而家开始严肃嘅嘢啦，又要对战了。好嚟，唯一嚟已经输俾我啦，你呢只，哇，岩风，好再见。猫又斩就格斗重啦，可以用。啊，我试过呢个打击鬼嗰个特性，其实真系唔啱用嘅。咁所以其实佢最大嘅特性就已经废咗啦。老实讲，啊，最大嘅特性已经废咗，所以对佢嗰、那个即系呢只重咧，可能咧就迟啲会抌咗佢。虽然佢系真男人啦，但系冇咗坚硬就不是真男人啦。好，草主出嚟啦，草主其实迟啲都换噶啦，系啦。哇哇火技，好搞掂啊！呢、這、一个咧预出呢一、這个咧系一场愉快嘅战斗啊！佢将会为我未来咧良好训练打起基础。咁太好啦，我要走，你自己小心啦。似乎喺七号道路咧发现咗火箭兵团嘅痕迹，呢个俾你失忆棒，失忆棒系咩嚟噶？一招可以令哦咁特别啊，可以随意忘掉技能喎，忘记技能喎，几强呢个？哇，细胞仔啊，劲喎！呢度又系副敌体嘅范围，咁得意嘅呢度，好都系佢管辖范围。安抚之灵、跳跳猪、细胞仔啦，咁但系细胞仔都系唔系好适合嚟推关嘅，虽然佢咁强啦，但系速度嚟讲咧太慢啦。哇，真正嘅游击男喎！如果捉咗嘅话，应该好易打啦。其实我哋可以捉一隻嘅。其实，诶，咁快死嘅你，哇，佢都系瞬间移动，小灰怪喎，唔通呢度系全部都系超人力系嘅？好，等我谂办法先。呢度一系就直接捉佢嘅啫，啊，都可以嘅，我哋试下直接捉佢啦，搵只，好就你啦，女仔24咧，好。好，我哋 SL 大法又出现啦！玩 Pokemon 冇 SL 大法点得呀？系嘛？喂，大只咗呢只细胞球，双卵细胞球。好，我哋捉两只睇下啦，呢只卡斯。好，奇异芬香，咁就一啲香薰啦。呢个咩事啊？呢个人七号道路。去边啊？呢个七号道路阿爵士能量森林25号道路，喵喵喵怪，咁有趣呢个地方。诶，彩票啊，有呢个彩票就可以去试试运气。哦，呢个系咪就系嗰个抽蛋嗰个券啊？正，又可以抽蛋啊！但系依家翻唔到住，我哋未有飞行机。卡拉卡拉，储住啦。多边兽冇格斗重真系争紧啲啊！睇嚟下集我就要升一升只力壮鸡啦，掘地兔啊！又少又冇又冇只水系啦，好呢只就可以用重技打啦。哇，打得超少啊！唔系，佢好似有咩噶？佢好似系咪有妖精啊？呢只 ？OK。所以打唔入佢啲重技，同埋有低 level 咧，我只重佢有黑老胶，火虫。不过我唔使咯，我有火箭鸡就，我力壮鸡就已经唔需要再谂其他火虫。铜偶熊都 OK 嘅，普通系，不过太迟啦，太迟啦！呢个时候捉只铜偶熊就太慢，即系点讲啊？培养唔到佢啦，已经。佢威吓啦。尖攻好搞掂 ，TM39好，哇大钢蛇催眠，掘地啊，冇飞行虫添，草主啊，起身，
哇，系咁刺升跟住打人啊嘛，用谂住用呢个方法，真系喎，即刻健美先，几时都系强化流最强啊！打赢馆主都系靠强化流啊，虽然很卑鄙，但系很有用啊呢一招。大家如果不够打都可以试下呢一个强化流啊，任何一只 game 都可以强化流嘅。最重要是可不可以强化成功，跟住又可不可以捱到被人打呢，最重要的一样嘢。咦，呢条路是不是单纯俾你升呢啊撞怪嗰啲噶？佢好似唔似有路可以出去喎。我呢度上翻嚟呢度啊，呢个应该讲咩啊？可以用我的超能力感觉到一啲传说精灵存在，但我依家咩都感觉不到，因为佢哋思想仲未解放。OK。即所以他们是处于一个被这个封禁的状态，这里有没有路行的呢？究竟下面一条路好像又兜到个大圈，望一望啦，他下面好像有条路的，刚刚看到。好，这里哦，都是去到25号道路。哇，美纳，我第一次见有美纳的呢、這个公仔图，好嚟啦！大针锋，咁都有得赢，死你！行隔篱先，我 feel 我就嚟唔够打啦。方向精要精虫，诶、欸，金国市啊，嚟到新嘅城镇啦。个 PC 喺边度啊？先回一回个 PC 先，好 ，PC 嚟到啦。好，咁今集紫光嚟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次再继续紫光啦。啊，咁啊睇下下次打咩道馆啦。咁并且之后咧，我身上嘅精灵咧应该要升一升啦，因为太低啦。啊，基本上依家主力靠啊食梦兽啦。啊，临完之前我哋望埋只卡斯咩质素啦。基本上咧两个质素就一定用得噶。首先一定系加特攻先，吓、啊、减防唔紧要，但系一定要加特攻。速度唔使加噶啦，有速度啊当然最好啦。个固执已经可以再见啦，加攻减特攻。马虎下只，认真冇加减 ，C 嘅特攻 D 嘅速度都系唔需要考虑噶啦。如果真系要练卡斯嘅话咧，就要再捉多一只劲少少嘅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先，下集再见各位，拜拜。